黄喜源，然后那个是总务跟网管是王敬泉，他们看起来没有。
聊什么。好，没关系，那就你自己尴尬。来，稍微帮我主持一段。主持一段。对，来。哦，你好像可以哦。我们准备惩罚，从接杆开始就在准备惩罚，然后谢谢华侨跟我们合作。然后虽然中间有一些摩擦，就是合作的过程大家压力都很大，但是我很感动，就现在撑到现在，然后站在这个舞台上。哦，这好像是感性时间要讲的，突然现在讲，好 ，OK， 你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说吗？你的爸爸妈妈有没有来？哦，有，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好，应该有来吧？好 ，Hello， 妈妈，来，你有什么想要跟妈妈说吗？还是要留在感性时间说。趁现在说个简单的两句。虽然说我前两天都12点多快一点才到家，但是谢谢你们没有一直骂我，爱你，爱你哦，妈妈。好啦，谢谢我们的南港，谢谢，辛苦了。